Next, I would like to now invite Most Venerable Wu Shin, Advisor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World Fellowship of Buddhists, Executive Vice President of Master Shin Gong's Friend at UNESCO, to the stage to kindly give address to the conference, please. Thank you.尊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尊敬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局主席，尊敬的总干事女士，尊敬的泰国驻法国常驻代表团大使，尊敬的泰国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大使，尊敬的各位大使，尊敬的世佛联会长。 帕拉普先生，尊敬的诸位法师们，尊敬的诸位嘉宾、诸位女士、先生们，大家好，阿弥陀佛。今天非常欢喜能够在这个神圣庄严的场合，悟行在此祝福太王陛下。 正功康泰，并在此也缅回我们的净空之友社的永久荣誉主席净空老和尚那么纪念他往生两周年那么老和尚德行兼备，解行相应，尤其一生讲经弘法不间断，60年来每天。 都在讲经说法，留下了很多的录音录影，所有的资料，并透过网络媒体传播到全世界，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遗产。那么老和尚常常给我们提出了建国军民教学为先，意思就是要建设国家，要管理公共事务。 教育是第一优先，所以教育是关乎身心性命、人类存亡的一桩大事。因此，多年来，他老人家不遗余力地身体力行，在国际间倡导、宣扬伦理道德、因果圣贤的教育，提倡以教育的力量来度化众生，来拯救世界。 而老和尚更是以身作则，作为我们学习的榜样。记得在2003年7月，老和尚代表澳洲格里菲斯大学参加联合国的国际和平会议，那么在曼谷举行，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认识了德国的泰国的副总理。 也就是查瓦利将军，那么他们这一对伉俪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佛教徒，有一天呢，他邀请我们到他家里面去用晚餐，那么去的时候刚好将军呢跟我们老和尚谈了几分钟，他临时有事离开，就由他的夫人来招待我们，那么夫人呢，她呢对佛教信仰。 特别深，尤其他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他家里的佛堂供养了100多尊的观世音菩萨，非常很殊胜，那么对三宝非常恭敬，甚至在吃饭的时候都跪在地上给我们老和尚添饭，所以呢，这是真的很少见能够这么恭敬法师一位堂堂的副总理的夫人。 所以老和尚呢跟他谈得非常欢喜，那么在吃饭的时候呢，大家呢在谈呢、这个夫人呢、她说她准备过几天要上电视台去唱歌，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怎么副总理的夫人要上电视台去唱歌呢？那么我们就问他原因，原来呢就是他跟他的先生查瓦利将军看到泰国的出家人很多，他们到一般的医院去看病不方便，所以他们就发心要盖一个僧伽医院，准备在太子，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泰王在50岁生日的时候给他做纪念。但是目前这个医院缺钱盖不起来。那么我们老和尚一听到这个事情就说这个盖医院是好事这个缺钱很遗憾。那到底是缺多少钱呢？这个夫人也不知道，就找到这个负责的人来合计。结果一合计起来呢，他说还缺200万美金，这个医院就可以盖好结果我们老和尚一听那这样好了，这200万美金我来发心，我来负责结果呢我在旁边跟老和尚提醒说，老和尚这是美金不是泰币老和尚没有想这么多这个好事赶快发心来做但是呢他也没有去想我有没有钱， 他不知道他有没有钱，就下来以后赶快去问一下看看银行有没有钱，钱够不够结果呢，我们要知道我们老和尚做事情是好事，他赶快发心，到底有没有钱先不考虑但是他有福报所谓心想会事成所以4天以后这200万美金自然就来了，这很特别真的很有福报那么经过了5年到了2008年这个医院就盖好了这个僧伽医院是盖在一个比较偏远的地方，靠近这个邻国可以帮助这个邻国很多出家人都可以来看病的所以呢我们老和尚就接到了这个通知那么就到这个地方去参加开幕仪式然后等到呢晚上9点多了才回到曼谷回到曼谷以后他就把我叫到房间，他就打开那个照片给我看，说这个哎呀这个医院怎么可以叫做净空医院呢他说不行不行，不可以用人的名字做医院的名字，他说要改建议要改成三宝医院三宝医院，所以将来我们有机会到泰国如果有看到三宝医院，那就我们有老和尚有捐了200万美金盖了这个医院。所以老和尚呢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捐了钱以后从来没有过问过这个医院的事情连问都没有一直到人家呢5年以后通知他去开幕，他才去开幕所以你看呢，这个就是我们老和尚他告诉我们的一件很重要的我们要学习的这个榜样，就是心里面要很干净，一点都不着相，做什么事情了你布施了就不要放在心上所以这个就是老和尚常常教我们你看这个教我们要精进，要修学，来帮助别人，要利益众生，当然也要帮助自己自己也要成长但是要怎么样来精进来修行我们自己修行是自利除了自利以外我们还要帮助别人，但是帮助别人并没有妨碍自己的功夫，那这个功夫是什么大家要知道，就是清净不染也就是我们心地要保持清净，这才是真正的功夫那怎么做到呢？我们帮助人家的时候心里面不可以有执着，不可以有得失，更不可以有共高我慢比如说我会想到哎呀，我帮助人家多少，我对人有恩德那我们的心就被污染了所以佛经上常讲教我们要三轮体空所谓做任何的事情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是心里面一点痕迹都不留，跟没有坐一样，心地很清净，没有污染如果心地里面觉得我有坐，那已经被污染了所以你看这个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就是我们老和尚一生他帮助一切众生最重要的原则这样心地保持的清净，才能够真正不疲倦
啊，你看老和尚一生啊，努力的来帮助众生，从来没有疲倦过啊。这个秘诀在哪里？就在这一点，坐而无坐，无坐而坐啊。所以今天我们在这个世间啊修行，以及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就一定要有这样的态度啊，一定要做到三轮体空，永远保持啊身心的清净，不会被外境所污染。那么我们老和尚一生啊，除了修行讲经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推动宗教和平，啊，宗教的团结，啊，那么过去啊，在新加坡、在澳洲啊，他都提倡了啊这个团结宗教的工作，啊，甚至于在澳洲呢，还包括了土著，总共有11个宗教，把大家团结成一家人，啊，甚至我们联合国啊教科文组织。啊，这个净空之友社还组织了很多位大使2次去访问澳洲啊，所以证明了宗教能够团结啊，不同的文化能够团结，世界是可以和平的啊。那么最后在此诚挚的感恩大家前来参加这一次的盛会，祝福这一次的大会殊胜圆满，祝福大家身心康泰，福慧圆满，祈愿老和尚的大愿早日完成，祈愿世界各宗教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祈愿世界安定和平，盛世大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